乐爷当时不是点，乐爷不当时秒大龙吗？啊，还是这个 AHN 跟我举报的，卡 bug。当时这个 AHN 在哪个队的二队，然后哥把打排位排到这个人了。之前 WeWorld 打谁来着？WeWorld 打一个建模，我忘了是谁了，反正他就没出，打了两把都没出小牌，就直接冰拳，把对面杀爆了。对，打团也把对面爆了。哎，打那种 A 都不敢 A 你的建模，直接不出。对对。哇，好痛这一波！有闪，直接把千珏大逼出来了，快硬反手再给大。蓝枪的头。喂，怎么说还有后续吗？奈特进场，他一文交闪，但是没什么用，要被杀完了。乐言插一枪，千珏不能死的哟，跟你说，前期零干机干机，千珏等级点啊。菠萝哥真有点冒汗了吧？插一文今天遇到条盲犬啊，不对，准确来讲说应该是今天遇到一群盲犬。对。对 ，Elk 要被 all in 了，差一点没死，但是这波其实和死了也没区别。哇 ，ON 爆了，哎，中野也爆了，春季赛冠军吗？这倒是。啊啊！这春季赛冠军要换人了，对，要换队了，哥们儿。哎，人传人集合了，2018年的回来了。怎么说啊？哦，这里是奈特走路，走路没看路，然后直接被坐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推起来了自己！我操，兄弟，打野吃单吃一塔，编成刘备，刘备。哇，打野单吃边线一塔，兄弟，你看嘛，这是任何一个人玩男枪都看不到的画面，比赛里面。对，马上14了，哥们儿，插油温才11级，哎呦，插油温这辈子没被这么轰过，再被逞14级打11级男枪打千珏，哎呦，乐言还在滑，这辈子想打，哎，一勾到了，快点直接上，哎，他被 all in 怎么办？千珏开大救自己，这波边有发挥吗？要被掰走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掰好像是副作用。哎，我来摸一只，有保底，有保底。哎呦，这个勾，一勾又勾到了，怎么做？边砍上来，哇，伊拉克还没死。喂，两边还在操作，都在秀。怎么做 ？BDG 还要操作 ，BDG 是绝对会操作的，他残血不会走的，但是 IG 也不会走，点两枪没死，蓝枪还在打，他一下边没视野。中春季赛冠军在此刻诞生，春季赛决赛就是这两支队。哇，是有多少年没被这么受过这种气了？有几年？至少两三年没受过这种气。哎呦，两枪再一个大，歪了这个啊，很丑，还闪追上头了。哎，乐言还行，有队友护驾。你看是 R A 这波就送的，是 R A 就卖了呀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没事。他又在干嘛？啊，昏头了呀，神志不清了呀，兄弟真昏啊！他肯定昏了呀，被压三级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蔡恩昏了个大的了，已经。对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？我心打。左正面又逮住，哇，压力太大了 ，BDG。说实话，阿比回去打个电话，哼，没我不行吧？给你们个机会，提加50%，我回来。晚上大比的电话直接打到 BLG 办公室。对，还要过来操作吗 ？BDG， 真的吗？打不了一点，兄弟。哎呦，一支穿云箭，还在追上嘴脸的呀，这蓝枪。不是打个比赛，就怎么打到这里来？要10-0他一局，他这一局。别人一看还以为看错了 ，IG 把 BDG 2-0了，还是暴虐了。对，第一局23分钟吧，对吧？
那拼着吧，打着打着，对，那对，27分钟280多刀，剑魔打老黑压40刀，然后被推到家门口，然后锅巴在这守高地，很无奈啊，这种，而且你作为上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 ，Wink， 开始表演了，怎么说？哇，这里开三个，春季赛冠军。哇，袁成伟抢三个头干嘛？不知道给我乐爷。哇，笑嘻嘻，很开心。IG 把 BDG 2-0，而且每一把都不超过30分钟。爆锤！不是两把加起来就51分钟。对，好夸张。两把加起来抵其他队打一把。对。好赶时间，盯了位置晚上。他们要加班。对，就是不想加班。他们晚上盯了位置。我的天！呜！为什么？不知道，鸡犬就完事了。来，哇！哈哈哈！哎呦，笑得好开心。绷不住了，不是没感觉。